录影，打开命运之轮，通过白猫占星大师霞霞神奇的预知能力，为您揭开各星座不为人知的隐藏秘密。霞霞的嘴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占卜文，然后今天那个什么，我们那个伺服器，因为好多人他们都，而且他们是花现金买那个吧，郡王宴或是去什么的那个宴的礼包，然后那是用台币买的，然后一直哦好多那个那个元宝鱼，但是因为我们买了一只犀牛，所以那元宝用掉，但不无小补了。我们两个，我们那一只现在没钱，还是有足够的元宝。但厨神第二轮那个唐蕊少女，我就不会买了，我会用算的，看算不算得出来，再跟大家说要多少钱。然后小当家的我有用试碗，因为它是用体力的，所以要用试碗的比较快。然后我在部落格吧贴图，我就贴图，然后贴文章这样。好，先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今天先来占卜文。然后买犀牛，小北北也没有意见，他叫我买。因为难得可以买，因为是他们那种说什么伺服器竞争比较不激烈，一只其实也要好几万元宝，所以就算了，就 OK。然后有的小号超有钱，因为他都没有在玩，因为像我另外一个，我不会生气啦，因为我的元宝还算够，他那个11到20名的奖品是一样，然后那个人的砍价部队占了三只。因为他元宝很多，他元宝有2万5以上，超有钱的小号。单档我也有2万5以上，所以我还是有进榜啊。我自己的小号有10000多元宝，但没有像他这么夸张，因为我没有很认真在存钱。我想要小号嘛，就是有赴宴啊，有干嘛就让他去花钱这样。我这对钱比较没有算那么，就是我不会一直花钱买，可是我在游戏里面也不会很小。就是很不是不能叫小弟，没有那么计较，因为毕竟是游戏的钱。我会看一下爱死稳固不改变凝聚欺骗，应该在讲第二轮的厨神大战，因为再来就很贵了，然后再 M 嘛，一瓦变动速度快，停留时间短，换工作一起达标，贵人体系变换的能量，会有问题，然后就这两个，然后我们就要整理一下，就要继续玩了。然后还有还好，然后那个三会榜，因为我们三会剩我一个人，还有几只，就好，我就很认真的看我自己的转速了。没有，不是转速啊，就是其实对他也是转速，我转速也有增加啊。对，他不是加门课薪水，那我在加什么薪水啊？没事，对，加薪水是我要打怪。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，他们很奇怪，他们三会也是看转速，但是。我钻其实不算很低啊，以一个那么烂的三会，其实我钻速2000多万就很正常，因为它是其他人升太快了。你要想，这游戏其实才2个月，他们都已经升到就是世界富豪的程度了。我只是一个当地的有钱人，应该这么说。如果你用现实讲，这样好啦，他们都已经升到世界首富的程度了。好啦，先这样子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哦。爱死稳固不改变凝聚欺骗，然后这个是马变动速度快，停留时间短，换工作一起达标，贵人体系变换的能量。那我洗个澡，晚上再放大家先算小当家，因为小当家是体力表，唐蕊他那个是煮饭的次数，你应该算得出来。好，但我还是会再算，我可以再算一个啦，贴两篇，因为它是两个不同的，所以就是如果要打第二轮的第一轮只要进500名就好，你就从第一天开始就把体力的解掉。好，先这样。那我们录影就到此结束。炸鸡店店长，我们就有买炸鸡，因为我有两个符，一个是有炸鸡，另外一个它是小白血宫会有炸鸡，另外一个符是炸鸡店，然后炸鸡店长、炸鸡店外长这样。对，他的炸鸡店店长花了13万元宝，我、哦、还不知道买了多少，吓到我。重点是他有办法弄出，他真的应该是一直买吧。那个店长蛮有钱的。好了，先这样子。好，先这样。他赢了卫福部，炸鸡店赢了卫福部。好了，先这样。嗯，好，先这样。
那我们录影就到此结束了。然后我会帮无氪玩家，或是你不想让人家觉得你玩免费，可是你不想花那么多钱买那些有，你想你不想花那么多钱买没有用的装备，而不是就是就是反正你不想花那么多钱买那些东西，想买个角色的话，我再帮你算价钱。因为小当家还蛮有名的啦，对。然后唐蕊少女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比永安荡的贵，那个我再看。我先算小当家，当然也是有人，如果你没有元宝就。就一定比较贵，你就要把元宝算进去，对，可能就要四五千块。尤其你如果要前一天、第一天就结，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算最便宜的价格给大家。好，先这样，录影结束。